相信咁多位都知道咧，最近呢个轻铁就整咗呢个新嘅到站显示屏。咁咧，我今日就去咗呢个市中心站去视察啊，究竟佢嘅运作情况，同埋做咗一段访问嘅。我想问下咧，你觉得呢嚿嘢系咪方便过以前嗰啲？呢个系新嘅位。我觉得系。因为其实以前嗰啲放喺中间，佢而家放咗侧边，会唔会觉得系冇咁方便咧？我觉得呢个会方便啲，因为点讲咧？因为挂喺嗰度嘛，咁即系点解有时候系唔会显示啊？所以我觉得唔系好方便，我觉得呢个地方。除了这个录音之外呢，其实我都见到很多人经过这块东西的时候是不会怎样去留意咯，即是其实它不算得上是太起眼咯，即是放旁边就没那么多人会看到那些资讯咯。是。还有就是其实很多乘客呢都不知道这一嚿东西的存在咯，可能要等多可能一两个礼拜就会有多一些人去留意到这一嚿东西的。其实呢嚿嘢都唔算得上话系好方便咯，即系放侧边真系冇乜人睇到嘅。其实咁最后我都想讲啦，咁呢次系我第一次去整呢类咁样嘅影片，咁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咁我之后就会出类似呢一类嘅影片俾大家睇噶啦。咁就临走之前咧，就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。如果可以嘅话咧，可以俾啲意见我喺下面 comment。咁就最后有啲相俾大家睇啦，咁就係咁先啦，拜拜。